你可以要加班哦。那这送给你。老板，我怎么好意思收你了呢？可以的，你这不是速冻吗？啊，这个就送给你哦，请你礼物啊，懂啊？给。谢谢老板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妈，等一下我给你带什么？这不是你身心正在好友吗？是啊，这是老板给我的，你可以帮我煮我今天特甜菇吗？可以。你顺心好友，包含了芥兰花、香菜。 胡萝卜、花菇、豆腐、芦笋、小白菜、茄子、西兰花，一个更健康的选择。